天上午我去做了个指甲，给你们看他趁我做指甲的时候干啥去了。拔罐吗？妹妹虎，你别让妹妹看着，妹妹肯定害怕。不能吧？你试试试试，快快快快！你俩今天穿这么运动是干啥呀？妹妹第一节保龄球课。开课了，小美对球类的东西真是太感兴趣了。老公给我打个样，保龄球资格第一球，爸爸亲自示范。耶！我爸有点东西，我爸真好为人师。开始教学，球掉了我也开心，爸爸非要给我秀，一只手也能打。这有点东西。好，我们使劲啊！三、二、一，秀！浪费我一个球，你是不是这球能补个旋转回来？走，炸！差一个。运动完了，补充点能量。又到了每天去接爸爸下班的时间。哎哎哎，慢点跑！爸爸刚刚给妈妈打电话了，说给妹妹买了个礼物，你想要吗？呵呵，你想要，我不是很想要，不知道啥幺蛾子呢。爸爸，这个是爸爸。你怎么又把车行的车开回来了？你给孩子买啥礼物了呀？买个好车。你有毛病吧？你还买车？你等一下子，话说的吧有点早。这911是我刚收的，明天开店里去。这两个法拉利是我送姑娘的。那你说话别大喘气儿啊！你也没给我机会呀、啊，姑娘。这是爸爸送你的第一台法拉利，以后可能也是最后一台。来来来，你把这车搬进屋，你搬进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自己看，你都攒了多少乐高没拼了，你还买？这钱那不没时间吗？而且我今天买这个不一样，我今天去买这个新出的 SP3， 刚好看到这个512M 小小的，我就给姑娘买了一个。我都开法拉利了，我姑娘不能差事啊，我得给她传递一波我的快乐呀。俺们爷俩啊，开妇女车，那柜子眼瞅都放不下了，你还买？今天晚上必须给我拼了，拼不完别上楼睡觉啊！我拼这小的行吗？不行，拼大的。3778块，啥也不说了，更有仪式感的来了啊！第一步竟然是先拼这个 V12 的引擎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啊，我妈给我买人生第一个乐高，是个航母带飞机的。当时我都没见过这种积木，我俩通宵了一宿给安排上了。当时我就感觉啊，这也太有成就感了，也因此了解他们的构造。前几年我发现啊，乐高玩具有专门的 Technic 系列做赛车，这可是我最爱呀、啊！我就一口气买了好多喜欢的车型，就是柜子上那些没拼的。因为工作忙没时间，家长有孩子，特别怕辛苦拼好的积木被拆了，所以就先收集着。尤其是 Technic 系列的，我都集齐了，现在孩子也大了，终于可以撸起袖子开拼了。Tomorrow， 终于完事儿了。不得不说，完活太爽了。现在是半夜1:30，具体拼多久了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应该是拼的比较快的，还算有天赋。成果展示。虽然零件复杂啊，但就像生活一样，一桩桩琐事逐渐需要自己独立去解决化解，我成老有成就感了。也希望我闺女啊能够在乐高拼搭中学会拆解拼搭再创造。哎呀，大丹呐，你真是救命恩人呐！这是拼好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可别给我弄碎了、啊。这么大，行，弄碎放心吧。哎呀、哦，谢谢宝贝。今天在家做几个家常菜，美美谁陪妈妈做饭呀？美美。那妈妈问你，晚上想吃几个鸡翅？三个。那给爸爸吃几个？就一个呀。做饭其实特别简单，只需要一顿晚饭就做好了。你今天晚上只有一个鸡翅吃。你姑娘说的。她好使啊，爸能有一个就不错了。爸，我给你拌饭吃啊，那豆角豆沫拌饭老香了。我再给你鸡翅，爸爸单独给拿出来放这边上啊，这个肥牛给晾两块。我们美宝现在已经开始学会用筷子了啊，但是还不是很熟练，可能没有。哎呦呵，哎呦呵，厉害呀，我美宝简直太棒了啊。这个要用勺子啊。真香。哎呀，哎呀、哦、谢谢宝贝，小爸爸辛苦一天了，是不是吃饱了吗？这是你的小果汁。今天继续投喂你俩啊。吃啥呀？吃啥？吃龙虾。爸爸是一口海鲜不吃啊。你是不是我亲闺女？就看这一口了。真不吃啊？这个都随上我了。
那妈妈给块肉肉吃不吃？耶、yeah. 完了，彻底随我了。我再试一下，宝贝，你尝一口虾，可好吃了。No, 这一盘都是你的，不开心吗？我终于找到美美第二个不吃的东西了。这是继锅包肉之后第二次血脉压制，就是不吃龙虾，就是水果，还是炫大肉香是吧？哎呦，一口一个大主歌啊，排骨香不香？你就别在这块找钱了呗。哎呀，你叫肉找你爸，也别找我。稀奇败坏了，大肉，谢谢爸爸。客气，尝一口这个好不好？这不是海鲜。现在经过你手，龙虾一概不会吃的。左手一只鸽，右手一块肉。吃饭的眼神怎么犀利起来了？你吃饱了没？爸爸买虾。买虾？你不吃虾吗？他是不吃，但想咬。我喜欢这样看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眼睛也慢慢的慢慢清晰，我喜欢你爱我的心。爸爸酒，爸爸不喝了吧？你们俩已经玩两个小时了，你们晚上想吃多少饭呀？吃什么去？肉。Let's go。今天得整点不一样的啊，炫一顿巴西烤肉。这个绿色朝上是来肉，炸。我们今天吃饭变个顺序，美美先炫点蔬菜，不然吃完肉真没肚子吃青菜。孝顺姑娘，望眼欲穿，第一波肉来啦，要不要吃？干什么啊小调皮，梗子啊梗子，未免太抠了吧，不够他塞牙缝的，饿的孩子只吃青菜，你说多好好搭配嘛。哇，这是你最爱吧？这个肉像棉花糖一样软，特别好吃，我每次来这就期待吃这一块。哎呀哎呀，着急了着急了，吃一次保证想第二次。爸爸咬。好，爸爸给你切。耶呀，吃没了。哎呀，爸爸这也吃没了呀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呢，怎么办？哎呦，看你爸不情不愿那劲儿的，我都不够吃。爸爸酒，知道啥意思不？让你喝酒，把肉给他。哼，我不喝了。爸爸酒，爸爸不喝了，宝贝，爸爸喝完了。你怎么两次都劝你爸喝酒呢？你满意了，我又来了一瓶。怎么还被逼无奈呢？得了便宜卖乖。但是他从嘴里抠出来的肉让你下酒菜。你还吃不吃了？八块有肉呢，要不要？你不饱了吗？你是饱吃的。爸问嘟嘟饿不饿？继上次吃完河南烩面之后，今天啊来吃美美最爱的黄肉。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我们上菜了。你告诉妈妈你想要几块啊？哎，一块酱大骨，再来一块锅包肉。第一块锅包肉炫完了，大酱骨已经准备在手里了，开始了。从哪儿下口呢？我想想。找到了。这里肉多呀！我建议啊，谁家孩子不好好吃饭的，可以把这段视频保留一下，教学用吗？教学用。再来一块啊，爸爸。第二块大酱骨开炫，主要是美美今天去游乐场啊玩了两个小时，所以今天胃口格外好。我们是营养均衡的小朋友啊，吃完肉了，吃点主食和蔬菜。这个妈妈，豆角应该是美美最爱吃的蔬菜，没有之一。爸爸，喵喵，让你给他吃这一顿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包肉。快给他！我姑娘爱吃锅包肉才是血脉压制。我打小就是一周必吃一顿，今晚最后一道菜我的最爱，要不要吃这个？哟，爸爸呀，太大，太大了，爸我看你不够吃吗？嗯，宝贝你吃饱了没有？好。小肚呢？小肚呢？来，有谁说看不惯我姑娘一天天无忧无虑的？我宣布啊，今天她要去报名上幼儿园了，你出来呀、啊！爸爸抱。啥也不知道的样子真可爱。之前其实来看过这家的，今天是来正式注册。这个就是美美要来上幼儿园的小小班，大概都是3岁以下的孩子，刚睡醒。又懵了。那我们进去玩一下试一试好不好呀？
咱们跟其他小朋友看看他们玩什么呢？自打他俩一进来，小朋友们都跟过来了。其实我们俩对于美美是否现在就上幼儿园意见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现在两岁三个月怎么也有点早，要等到两岁半吧。那我肯定也舍不得，但是呢，这边幼儿园也好，托儿所也好哈，他从六个月到五岁的孩子都有对应的班。咱姑娘这个情况，我想送过去，让多跟同龄人接触，多交流，多玩，处点朋友，完了说话速度能快一点。大班有中英文，这个小班怎么全英文呢？我也担心这事儿。就像你说的，他现在也不太会表达，那遇到什么事情的话，回来也不会跟咱俩讲，那我不是怕他受委屈吗？他跟这个不知道是小姐姐的还是小妹妹的玩上了，这会不会是他交的第一个好朋友啊？果然好看的人能跟好看的人在一起玩。最后我俩决定啊，先延迟一个月入园，然后先上半天的，咱们先适应着来，希望他表现得很好。我们已经完成注册了。你喜欢这里吗？你想来吗？爸爸陪你来。那爸爸不能来，爸爸太大了。明天来不来？有。明天也送来吧。宝贝，醒醒。妈，我们出去玩了。硬梗子强烈要求，我们仨今天穿的是一模一样。昨天现买的。我们现在到码头，一会儿上船了，给美美专门买了在海里游泳的鞋。美美，我们一会儿要去干嘛？游泳。要出发了。你不会晕船吧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游泳。游泳真的很消耗体力啊，看给小家伙饿的。回城了啊，媳妇儿晚上吃啥呀？你怎么就想着吃？我们今天约是海边餐厅啊，老样子，干杯结尾。好嘞，愉快一天又结束了啊。我们今天去吃什么？什么呀？是你想吃还是你想吃啊？肯定是我想吃。你今天一天吃了四顿饭，你猪瘾犯了。饿。妈妈问你，你饿不饿？啥时候问的？啥时候饿？烤鸭终于来啦！给我姑娘卷一个啊！那一口直接吃掉好不好？啊？哎！哎呦我的妈！卷完烤鸭，往自己嘴里放习惯了。这个轮到美美吃了。赶紧往嘴里塞。不想你的了。哎呀妈！这一卷烤鸭快吃完了。你挺会呀、啊，你一口烤鸭一口水，吃完了。爸爸的鸭鸭。你鸭鸭，快点儿再来一卷儿。什么叫不挑食的宝宝？看咱这西兰花啃的，临了临了，把这鸭腿给啃了。咱一点不带摆拍的啊，大鸭腿啃半天了，我的爹就在这看着。这鸭腿我等一宿了，没舍得吃。我就想把那个皮儿酥皮儿给啃了，他全给吃没了。我再给你点半只烤鸭行不行？行。